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灯影，就是做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自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圈，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手都这个做金刚圈，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热热乐乐，啊，嘎干嘎干啊，咋咋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干嘎干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干嘎干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耶达玛耶达扎巴瓦耶腾德肯哒哒嘎多，哈呀安德腾肯扎哟努罗达。Yang bada ma khama na soha Om ye dama het trabava hetan tekhen tadanga to Haya ande tekhen zayo nuroda Yang bada ma khama na soha Om ye dama het trabava hetan tekhen tadanga to Haya ande tekhen zayo nuroda Yang bada ma khama 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当解求当八佛根等那，当当住持给比将僧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当街求当爸爸跟灯啦大当主持给病家僧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对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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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回向之呢，这个前心呢，就是前面的皈依和这个发心一样的。然后真正观想的时候呢，从那个定力之开始到回向之间，我们七支功里面就是有这个随喜啊、定力啊，还有这个就是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三根呢，就这些积累的一切三根呢，全部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他们呢就是尽快的获得这个成就。然后我们念诵的时候，也是以前诸佛菩萨的一些这个真正的金刚语的，就是经典。或者是续部里面的原文都可以。我们这里呢，就是文殊师利用某种普贤回心一佛人，我今回心就三根，随彼一切诸，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三根，唯得普贤殊胜信，就是用这个来回向，或者是我们七支功当中，就是最后有一个寄送叫什么那个定力光什么那个。是吗？七支功全部有的那个后面，啊？所有你在供养方，请我组织转法轮。好，就那个，一诸法无自性中安住片刻，就是核心呢，就是回向给三根啊，就回向三根，就是这个，用这些来这个回向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实修法。
回向制呢，这个前心呢，就是前面的皈依和这个发心一样的。然后真正观想的时候呢，从那个定力制开始到回向制之间，我们七支功里面就是有这个随喜啊、定力啊，还有这个就是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三根呢，就这些积累的一切三根呢，全部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他们呢就是尽快的获得这个成就。然后我们念诵的时候，也是以前诸佛菩萨的一些这个真正的金刚语的，就是经典啊，或者是续部里面的原文都可以。我们这里呢，就是文殊师利用某种普贤慧心与佛人，我今慧心就三根，随彼一切诸，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三根，为得普贤殊胜信，就是用这个来回向，或者是我们七支功当中，就是最后有一个偈颂叫什么？那个定力光什么那个？什么七支功全部有的那个后面啊？所有你占供养佛，请我主持转法轮。好，就那个。一诸法无自性中安住片刻，就是核心呢，就是回向给三根啊，就回向三根，就是这个用这些来这个回向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实修法。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